在飞机场，现在 on the way 要去济州岛接住来办这个世界和平演唱会，还有我们这个颁奖典礼。好，我们济州岛见。大家都在忙着准备今天晚上的演唱会。哎呦，看一下现场，我们都在忙。这个就是韩国知名主持人，我们 Kelly 呀。我们都在忙啊，你看，噔噔。节目差不多要开始哦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大舞台。今天我的舞台就在后面喽。